2018年嘅11月15号星期四下昼2:45，我哋而家喺溪山，又踩卧铺车啊，同阿 David 教练，几好环境。打完波，跟住一车两人揸入嚟，散下心。我哋踩到嚟咧，白石高尔夫球及货柜中心。当年啊，呢度就系大暴动啊，我身在其中，开咗都唔知几多枪，攞处长家去。对面就系大美督嗰条堤坝，八仙岭。咁我哋喺马鞍山啊，即系西沙啦，渡头湾村啊，叫做一间好平民嘅士多，踩下单车，唞下。哇！即係皇帝都唔願做，阿 David 話 CEO 都唔願做。幾正？